最近一期吐槽大会上，上海足球名宿范志毅范大将军居然挖空出师成了大新闻。范志毅讲到精彩的地方，李队们倒地大笑，拼命的敲打地板，不能自已啊！新冠寻到了疫苗嘛，还没看到伊拉搿能激动过。一时头浪向众说纷纭，热闹非凡。当然了，一种运动员要不要上综艺，篮球、足球要不要互相 diss， 以及打球与爱国之间究竟啥个关系，我是不屑于稍加评论的，连眼下子也不会转过去。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吐槽大会编辑的玩笑闲话，伊讲中国喜剧有希望了，受辣了体育界，联想到李丹们大庭广众的放浪形骸，突然有几句闲话要讲，也算是趁了热点吧。我个朋友老周忙养眼辣辣电视里问得好啊，伊问有多少人是认真从头到尾看吐槽大会这个节目的呢？大家多半只是看了一分钟的、三分钟的或者九分钟的片段而已，而我是从第一季一直追过来的，每个礼拜天夜里八点钟等牢看的那种。所以有必要先讲一眼背景。吐槽大会今年是第五季，李丹们做了老大的改版。改版的理由嘛，李丹一开始就半真半假讲过，这是实在办不下去了呀。改版嘛，当然有风险了。为此，伊甚至讲欢迎大家一道见证一个娱乐节目的垮掉。我讲李丹的闲话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。前面提到的伊手下头的编剧的一句玩笑闲话，纯是一个佐证。编辑们感到了来自公司上层的压力。范志毅这一季呢是第七季，吐槽大会第五季改版改到现在嘛，我觉得老难讲是成功的。第七季火爆嘛，是先人先话题的偶然，不是样式改造后的必然，一点也不值得欣慰的。第次改版依然无非是辣辣马来的模式高头肆意的国产化，无非形式大于内容，无非规则多变。迭一许侪是天朝真人秀的老毛病了，从2005年超女开始就有了，一眼也不新鲜了。人家闹一只模式几十年不变，也蛮好的。侬像美国偶像啊，后来的好声音啊，侪是这能介的。而阿拉呢，就是首先，总归觉得变变蛮开心的啊。嘿嘿，伊拉不晓得，辣辣工业化的语境下头，这叫啥呢？叫工业不稳定，让人联想到当下的十分缺货的手机芯片。生产精细的部件啊，全靠工艺稳定。也就是讲，哪怕生产成百上千万的，也侪是一个样子，不走一眼样子。而这个，确确是阿拉制造业长期以来的致命伤。我曾经辣辣工厂里混过四五年，深知工艺的重要性。所以19年前，我辣辣电视台接受今日影像栏目。平均收视率辣辣1.2左右。陈大比第一句哦，明朝3月18号，就是伊个开播日。有一日天哦，突然达到了3.8亿。那么总监蒋为民顺手就拨了我10,000块里奖金，这辣辣当年不算少的哦。那么有人就问我了，哎，侬想不想继续做搿能介个爆款呢？我想没想就回答讲。我只会每日去做合格品，不会特特会会去做啥个爆款。我的电视理念一直是不能重复，不能滥用。工业化管理才是内容质量稳定的保证。至于形式，实际辰光侬考虑清爽，成型了就不要乱动。搿些年广播电视规模发展得老快，但是生产方式特指管理方式。基本上还是手工作坊式的，看不到多少工业化的影子。
生产关系老早就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了，也不看见一个名不经立出来。买来噶许多中医模式，基本上侪改得面目全非。所有参加节目的选手，侪弄不清桑规则，甚至也不想弄清桑规则了。已经抱着伸头一刀、缩头一刀、再拖拉刀的自暴自弃的态度了。阿拉个导演为了辣埃面搭自嗨，有人讲迭能改规则嘛，增加刺激性呀、啊？刺激啥物事？不就是啥了眼狗血嘛？哎，侬讲好的内容为王呢，哪能总归辣辣形式高头动手脚呢？李丹们也毫无例外的把迭能介逼到了绝路。只好也开始改版了，改来改去，改到第七期嘛，终于体育内容救了伊，万大将军救了伊。我当然支持伊前面所有的试错，我只想讲，这一趟炸了，并不意味着输对了。来自你不是中年辛苦的特效药。我讲体育内容救了李丹们，是因为。多年来，体育评论一直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领域。记得二十年前，我朋友郭路峰就劝过我，伊讲：“哎，侬不是欢喜做新闻评论嘛？来做体育评论呀！毕竟交关别他地方不好讲闲话，阿拉处理好讲哎。”我没去，是因为我40多岁的辰光，依然天真而又执拗的认为，既然可以来了体育领域里讲。为啥不可以来了其他领域里讲？我不要特殊待遇，我要言论公平。实际上，我当年来了消费当中受了欺负，那么我指出来，大家是看了我记者的面子上想要赔偿我，我也不要。我讲，我要拿把所有人国民待遇受够了。不过，这趟吐槽篮球竟然有介大的反应，说明体育领域的。言论特殊性也基本上荡然无存了吧？而吐槽大会播出来了，完全是人家不防备侬那么上头会得讲体育，这叫啥呢？监控镜头是有的，只是没来得及转过来而已。我讲万梓义救了李丹们，多半是因为伊拉事先并不看好万大将军。足球运动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么是事实。万梓义嘛，脾气又不好，爱动手。哎，侬真的善于动口吗？我还用得着动手不啦？对不啦？而底下的观众哦，恐怕认得万梓义的人不多了。伊拉个爸爸才是小万的粉丝，此人则在传说中啊。这个是读了交关书的许知远、严立群侪达不到的效果，所以万梓义一记头就火了。万梓义火了嘛？大家侪讲伊老会讲的，连陈露也讲伊节奏太好了。不过我看哦，小万的节奏比一般脱口秀演员的节奏侪要稍许慢一眼，更加不是外国脱口秀演员对老白领观众的爱套。其实小万讲的毛病多多，我真的不觉着有几何好。伊毕竟辈高不熟啊，据说。伊是自家开车子去的，当天到了埃面搭，报纸我一边也没看过啊。人家小编辑好心要帮伊示范一遍，还把伊枪转起来，讲用侬讲我，我懂的呀，真是老乱。不过小万小辰光肯定从无线电里听过滑稽，我从伊的演讲当中还听出了不少独角戏，特指害怕亲口的节奏啊。还是夫来讲了对，这个就是上海老年人的说话常态呀，白头啥么子，受炒香模样，四川暴露出来的万梓义，哪能可能输脱呢？哪能可能接口慢呢？所以一句我也没看见过呀，让杨明彻底哑了火。幽默是上海男人的底色，我是一眼也不担心的。从万梓义到姚明到刘强。侪是海内无出其右的，不光落了体育界，更何况人家万梓义来了英伦多年啊，学过英文的人思路不一样了。
更加重要的是，范主任的大哥大身份太特殊了，伊要冒犯，既顺理成章又理所当然，为自家分量，啥人站在伊对面，侪是一个师。不过天下只有一个范主任啊，下一期假使伊不来了，调一个人，哪怕还是吐槽体育，听的人也会少交关。所以我讲，范主任不是忠义神科的得要员，李丹门的十年也依然顺从而道远。我欣赏李丹门的勇敢，因为女艺类节目走了几十年，真的是穷途末路了。从相声到脱口秀，女艺类节目侪是要冒犯的，要干预社会的。侬不干预社会啊，社会就让侬社会性死亡，一点情面也不讲。传统相声要上电视，只好实话干预，先就失脱了元气。再加上要求从批发么要短，小点么要密集，这个才是反相声之道而引之啊！不三棒么，简直天理难容呀！德云社的相声总算留住了一脉，也只能到线下去听，侬懂的呀。小品呢，也终于误入歧途，难以自拔。欺骗一类的细细后辈，连小生呀也看不下去了。让大家笑笑么就好了，上啥个价值，落啥个眼里了？神采多此一举。以奇葩说为代表的新兴辩论节目，也算是女艺类的吧。辣辣电视浪向也是左右之舟，捧了男子过桥。美其名曰嘛，遍地下去接地气，其实嘛，就是一地鸡毛。辣辣我看来，多少有眼英雄气短。二语经常吧，你三十岁的青年经营手刚这眼么子啊，远远不够吧，观众的期待首次满足了，不大会的吧。严格来讲，乐队的话题也不算啥个音乐节目，精彩的是才华部分，否则要马东做啥，伊又不会当歌。五条人就是讲的比唱的好听，另外一点就是伊拉敢于冒犯导演组，临场改曲目。正像我朋友老周望洋眼所讲，范主任不过是说出了广大球迷的心里闲话。同样道理，五条人也说出了并做出了观众得知先生们心里想要的。制作方的强势控制从来不是啥个优势，而是一种毛病。而且这种毛病病得不轻啊，堪称忠义神科。所以综艺节目，尤其是女艺类节目，与其讲是蓬勃发展，不是讲是苦苦挣扎。而且直到最近，万大将军王空出事，综艺依然出不了 ICU， 也不能停。我反而担心，万一这趟动静太大啊！引起新的规定出台，这还要反转了嘞！哎，真是神啊，范主任，爸啊，范主任！我只好讲，李丹门，good luck。